啊，之后我再上电上去，应该是这个调的。因为有发电机，那个活动性比较大，顶多这个延长性要拉多。东西有车头。对，那时候应该已经跑掉了，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飞出去之后一直拉不回来？不会啦，赛道上用的都是小电，那个不会到那个座位。然后昨天这样啪，我就检查，操，整个都掉下去了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所以你如果画大圈圈会那个吗？哦，那个距离好大，朝下。Yeah!
应该我遇到我。